也太少了，这才50%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兰陵汉的亲爸爸，兰陵汉的亲爸爸，不用管他，他要敢刷屏，要敢说点啥，就给他封了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哎，为什么以前的那个亲爸爸没了呀？改名了吗？一年吗？一我年们的可以啊，本一年。能哎，足随便以想抵几年抗几一年。般风力。好好看看，小朋友。咻咻。弱者准备的，咻，野心的本能指引着咻，我咻。龟的力量，你要干啥呀？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龟的力量，吃个药。鸡的力量，这个位置吧，不太好。毫不犹豫，咻！龟的力量。鸡的力量，咻！熊的力量，鸡刨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。这艾克怎么死的？我都没看见他怎么死的。哎呦！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关键我鸡刨还死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怎么死的？他死哪了？关键他被挨揍了，他也不打信号啊！我都没瞅着他，而且他也不给我打信号，你知道吧？什么玩意儿了呢？这人在打这个对线的时候，哪有空看小地图啊？他们的恐惧，咻！这到底要干嘛呀？龟的力量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没完了是吧？算了，我回点血吧。熊！哎，真他妈的是，真是膈应人呐！你等着啊，小伙子！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
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走位，致命点燃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你怎么六级了呢？你等级好高啊，你有病是吧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回家，神经病啊！我这回指定回家，我不再去右边的，我去右边指定让他赶客，我不去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召唤。先来个荆棘背心，俺们家这打野真是啥也不干呢。呀，干了，龙拿了，你是真能拆呀！我发现，吃我三层塔皮。咻！熊的力量，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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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力量。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。咻！龟的力量。也帮不起来呀，我也吃他三层塔皮，真能拆呀，就你能拆是吧，就你会拆啊，就你会拆，我就不能拆，我也吃你三层塔皮，我不仅吃你三层塔皮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，我打死他，疾跑上线，没事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又来人了。啊！哎，这波你俩来，我看你俩能不能打得过我。咻！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跑的力量，点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吃药的力量。
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插个眼，我看能不能直接把他塔给他拔了。防御塔是吧？防御塔，嗯。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亮牌的力量，我就知道他有闪现。哎，气死他！我们的本能，一刀般锋利。谁的龙？对面的龙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上路线咱不带了，红我拿一个去。开始杀人，刚那边去下路应该能杀几个人，其实，但我不想这边兵守不到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帮打野先把这个打了啊，否则一会儿蓝枪来了，他就血亏。拿着，这不追死他啊？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这都搁哪来的？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跳弹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是个塔皮，鸡的力量，溜了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跑得好慢啊。给我来，没有防备的对手。杀卡萨丁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袍的力量，致命点炎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又是他，鸡的力量，扫描一下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不追了，那我打个野吧。他们的皮毛自有用处。
泰坦不动了，那咋办？不到泰坦为啥不动了？拆个塔吧。蓝枪我每一回找他呀，他都有惩戒，惩戒就跑。哎，可烦人了这蓝枪。我估计在旁边应该有人。熊的力量，有人没有人？嗯，有没有人？谁打？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卡莎有点猛。哎呀，那卡莎百分比掉血，可太恶心了。也就他能打得动我吧，现在其他人打不动我。而且龙还不是我们的，龙要是我们的还行。等我板甲做出来的啊，现在板甲没出来，没有办法，还少个人，而且这蓝枪每一回我来找他，他都有红惩戒。你咋的呀？鸡的力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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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把中塔推了 Legendary， 先把中塔拔了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。卡萨丁，不理我是吧？啊，是不理我？是不理我？是不理我？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不理我，不理我是吧？啊，不理我！你大爷的，还不理我！蓝不要了，给他吧。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走，回家板甲。魔抗。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对面要中推了，这抱团可打不过呀，这也。希
希望对面尽量晚点抱团。哎，可以，对面扫一个。跃上塔了呗，还跟我来，跟我来！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队友跟不上啊！先拍，再拍，再拍！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卡莎还给飞脸上！龟的力量。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点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拿下，兄弟们！好肉啊！先推个二塔。快点来个二塔，打个小龙速度，速度速度撤，两千，谁来了？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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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打个三郎，哎，回家出自言自力。给他八个胆，他也不敢打这大龙。熊的力量，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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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力量，熊的力量。队友呢？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走位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人家卡萨丁都他妈没来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一个蓝枪加个机器人加个碗豪，把我们家那仨人全杀了，没有一个人放出技能来，是吧？我们也少一个，那最起码咱也不能四换零嘛，零换四啊。那卡莎都没上去打人，我先把他卡莎杀了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卡萨丁咋这么装备呢？卡萨丁，咋那么装备呢？卡萨丁，怎么？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。走吧，这蓝枪伤害太高了。卡特是哪个呀？
卡特被卡莎杀了，好像。突突他呀！泰坦来了，泰坦六级，没事，可以接受。等我活吧。他们应该不敢推了，没事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对面不仅是优势局，他们家还有个卡萨丁。他们家还有个卡萨丁，关键是这个卡萨丁现在还没起来呢，一会儿卡萨丁起来俺们家更玩不了。先把这机器人杀了，能不能？对面少人。疾跑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我们死了。这也不让动啊，这熊的力量。我吸点血啊，我吸点血，兄弟们，我吸点血。龟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。好，我活过来了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回家吧。哎，不回家了，不回家了，我们这晚豪怎么回事？算了，现在回去也守不住了，拉倒吧。那船上路去了，真是小死棍。跟我俩弹钢琴是不是？什么玩意儿了？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回家。我感觉我再出大凡家已经没用了，那蓝枪打人很疼。哎呀，我出啥都没用，其实我出啥也不好赢，这得看他们的了。我现在只能提供一个点控。对面要推下了怎么办？那泰坦上来咋啥也没说呢？干哈去了？上来以后啥也不说呀？这样可不行哦。龟的力量，哎，漂亮，卡莎死了。电岩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
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，鸡的力量，打大龙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召唤师。我把这蓝枪杀了，来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，熊的力量 ，nice， 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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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不打大龙，慢性死亡，你快点打龙，那高地不行就给他一个，哎呀，真鸡巴烦，也不听指挥，那 ADC 干哈呢？你说你这高地又丢了，大龙也没拿下来，有病是吧？真是烦死了。不听话，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，两头堵，你就给他拆呗，你给他拆了又能怎么样，我赶紧给你拿点经济，真是的，真傻逼。武器是为弱者准备的，要明白取舍，你知道吧？有的时候，小龙，你这更难打。你这大龙刚才不打，这波更难打。刚才大龙拿了，高地给他，有可能大龙我们拿下来，他高地他都拆不下来。那泰坦回家的话，反正我们还能拿条小龙。这波对面小龙还没办法找我们打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。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，龟的力量，跟我赛跑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黑我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回家守啊！哎，他怎么上家里头去的？传送吗？真傻逼，哎，我想把他四个全给举报了。